由陈楚河演出的《下家三千金》更名为《把爱抢回来》，即将在台上档。戏里周旋在两个女人间的陈楚河，也透露在现实生活里有类似经验。我尽量让这种情况不要发生。还有三不原则，就是不主动，然后不热情，啊，就会不长久。对，但是这部戏证明，好像这三不原则其实没什么用。对。陈楚河提供男人三步守则，杜绝烂桃花，而此剧在大陆播出时收视率相当出色。至于台湾观众的反应，陈楚河也很有信心。压力哦，我觉得不会吧，因为这个题材不是大家最喜欢的吗？许久没在台现身的陈楚河这次带着新作露面，让喜欢他的粉丝可以看个过瘾。